今天那个火锅吃了，下次我一定要再请师兄吃一道饭。因为口味终于有人接受了，再也不用天天把我们留到起了，过分。那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天天都是阳光明媚的，比较暖和。然后今天刚好两个小姐妹有时间，然后我们就约到一起逛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平时她们的穿着那些都非常的幼稚，所以说今天给她们一人带了一套衣服，然后我们今天穿成熟点，然后去逛哈街。Hello， 我来了。你终于来了，等得好辛苦哦。好累，来了好久了。你加了多久啊？给你们一人带了一个新的。我以为他加的是吃的。我天，我谢谢你哦，那种你都加钱。我觉得平时穿的不好看，我们必须要今天重新换一身。这个好看，换一身。这个好看呐、啊！来，我们一起看。哎呀，按照你的尺码给你选的，来。刚好合身。还要这样子？好看。都搞得来跟我比个。好看，穿得起吗？这个好看。女人过了20岁，就不要穿得像个孩子一样了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，转过身体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的是，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？是否来迟了，明日的缘分早？我找咋了？他唱的好好好。哇！我的三个，我的四个，那个哦，那个，给你。你今天给我们准备的身形都魁头女多高哦！开玩笑，以你们气质来给你们准备，一般人都穿不出那种效果。气质杠杠也适合我们的。哎呀，主要是只有你们穿得出，晓得不？太感谢你了，那就。从来都没有那么高的魁头女。哈哈哈哈。你这个菜哪么买的？2块吧。喂，那个菜多新鲜，还可以。今天才下来的。那种吗？一样的。来。等一下，我加一个。哎呀，好累哟！哎，我快加不起了，走久了，我脚都走红了。今天满载而归哟，你看好我两个手。我也大包。哎。你安排到菜了，你们明天回去弄着吃嘛。那我们这样。我有个朋友，我本来以为他姐要忙，然后他说他那儿过来了，过来我们待会在外头吃，看吃点啥子嘛。男朋友啊，女朋友？哎，等会见了晓得了。今天让你们体验了下回头率100%的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嘛。是不是好拉风？拉风，没有人拉风，确实有点高，你这个。走，我们的，先煮着吃噻，先烫都烧伤了。你不是有朋友吗？先吃了嘛，我都走了，就不好得。来跟他一起嘛。那我先问他，他也不敢发个消息。哎，你的哪个朋友哦？我认不认得到哦？是不是你那个师兄哦？对呀，我真的那么神秘。恭喜你们猜对了。你想嘛，哪个你们不认识？只有他你们没见过噻。安排你们第一次见面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还给你们做了一首那么特别的记忆。哦。Yeah.
穿着打扮惊艳到了。靓丽的仙女，是噻。你不可能穿那种东西去逛了街啊之类的噻。好自然。帅哥，听说你要成为云昌人了，我很欢迎你哦。哎，确实噻，云昌那个地方人好，山好，水好，是吧？啥子都好，当好云昌人还是要的噻。今天那顿火锅吃了，下次我一定要再请师兄吃一道饭。因为空儿终于有人接手了，再也不用天天把我们留到起了，过分。不，你要好好对我们空儿喽。一定的，一定的。